55岁李若彤穿旗袍秀肌肉，上围丰满腰肢纤细，用一双筷子盘头发。近日，知名女演员李若彤在社交平台上更新一则动态，其中李若彤身穿旗袍大炫好身材的片段引发网友热议。李若彤将头发扎起来盘成丸子头，上面还用两根筷子做装饰，无袖的旗袍设计将她手臂上的肌肉露出来，看来姑姑平时没少健身，一直在维持着自己身材，很是自律。李若彤长相漂亮，身材完美，性格温柔大方，但她至今还未婚也是令人十分好奇原因，这可能和她之前的感情经历有关。1998年李若彤与富商郭英权确立恋爱关系，李若彤和郭英权一起风风雨雨走过了10年，在男友债台高筑时，李若彤努力拍戏帮对方还钱，男友不喜欢她在演艺圈工作，她就逐渐减少了接戏。在这段恋情中，李若彤可谓是倾尽所有，却并没有换来天长地久。2008年男友向她提出分手，李若彤伤心欲绝，花了5年时间才走出来。